一二三。张真源，谢谢。我要拿这个考神附体。红烧肉。逢考必过，考神附体。Oh my god！ 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这个东西。我喜欢这个砖头。哎呀，红烧肉。考神附体，考神附体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没做过。这五年中考三年模拟，拿个砖头在这里外吗？这不叫砖头。少年给他科普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应该来，能吵吗？没有，我意思是，在这种地方都唱的好，没有撞的。这样那时候唱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没有人真的唱，我怕没有心。那真的是时候去拍。这么多啊？哎，有这二本就拿这么多呗。喂 ，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还有一个没拍。来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现在是直播吗？现在是直播啊！现在在直播啊！不用转啊，还拿着蜂窝煤干嘛？王俊台，你居然知道他？来，三二一号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哇哦，耶！辛苦了。快大本营的直播间，对，我们现在尽量就是说会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呢，给大家来做一些直播。对，在我们每期当期录制之前，会邀请我们当期的那个嘉宾，然后来做客，对，然后来跟大家来稍微互动一下，来跟大家热络一下今天他们的状态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首先请来的第一组是谁呢？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第一组呢，就是我们的时代少年团。
好，他们现在就是在旁边已经准备了，等他们全部带好麦以后，然后我们就请他们上来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直播间后面就我身后有两块，就是这个照片墙，上面呢有很多很多他们童年时候的照片。这些人呢，全部都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嘉宾的童年照，大家可以一个来猜一下啊。大家觉得这几块黑板，这两块黑板上面分别是谁的童年照？大家可以在那个屏幕上互动一下。应该有机会再切这个照片墙吧？有吗？好，大家有看到照片墙吗？哎，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快本直播间，快乐大本营，看什么是吧？啊，在萨仙，金世金，贺金林。好，现在弟弟们已经在讨论了啊。哎，左上对这两边赵平强非常有兴趣。左上第一个谁啊？左上虽然人还没有上场，但是已经在下面在讨论了。是我们团员吗？感觉不像两位。这边最右边的张俊元，蔡国庆老师是右边的左数第二，夏夏上从下数第二个，夏夏他们的声音现在都切出去了吗？张俊元切出去了是吧？开了同一组上场吗？好，来我们欢迎时代少年团的宝宝们，好了吗？好，还有一个是吗？气氛组气氛，六位有一些，好起来 ，Hello， 气氛气氛啊。掌声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！掌声不要停，我们一直鼓掌，鼓到他来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让他猜一下我们发生什么事儿，来了吧？来吧，来吧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走走走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欢迎时代少年团。Hello。当当。来，旁边的气氛组搞一下气氛啊！来来来，气氛各位。哦。又见面了。气氛气氛。好快，上次我说会再见面的，这么快就见面。来来来，坐。Hello。座位 OK 吗？可以自己调。OK 的 ，OK 的。镜头他们的那个高度 OK 吗？需不需要调整一下？间隔稍微调整一下。啊，要坐近一点吗？来，这样的。小心点。可以吗？啊，要把我们弟弟们都拍得帅帅的啊。你们自己挪一下机位啊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好吧，今天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不要讨论这面照片墙了，待会儿我们会有时间。来，首先我们时代少年团来到大本营，跟大家先打个招呼，来。哎，谁先来？哈喽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来，我们依次打个招呼吧，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强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李耀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欢迎，欢迎四位弟弟啊，欢迎七位弟弟，不好意思。是这样子呢，今天我们有两个互动，第一个互动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啊，在我们这边呢有两个照片墙，然后这个照片墙上面呢有12张照片，也就是说这上面有除了你们七位以外，还有我们的大本营的主持人，还有今天同场的其他两位嘉宾的童年照都在这个上面了。了解。对，今天我们的那个挑战呢，就是每个人依次上来，然后抽一张这个条，然后呢反面它会有它的那个名字，就是我们嘉宾的名字，你们要对应找到是谁的这个照片啊，不许偷看啊。好，了解。来，我们从谁先来？谁先来？好，我先来。来，行，选一个吧，放中间一点吧，好吧。好，你们坐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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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事没事，这样放是吧？了解了了解了。要不然打乱一下？啊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你看到了名字，你也不一定知道是哪张照片。那我先抽了，好吧？抽吧，有点简单了。哦，这很简单。哦，抽到谁了？谁抽到谁？给镜头看一下。迪哥。迪哥。迪哥还挺难猜的。第一个中间那个，对对，绝对是这个。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。你觉得这个像迪哥是吗？我觉得像哎。你从哪方面分析出来他像迪哥呢？眼睛。眼睛吗？眉毛。我觉得这张照片看上去，这个小朋友的那个眼睛好像比迪哥现在还要大一点。真的吗？这个我也不敢说不是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可能是海涛哥？对吧，海涛哥在海涛旁边那个，对，海涛哥像这个是吗？他们怎么认出来的？脸哪方面比较像你？排除掉我们脸型，我没说，眼睛是吧？是好，那你考虑一下，其他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你都看不出来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这我大部分这小时候，你觉得这张是谁？你觉得这张有可能？我是脸吗？这张照片比较有感觉，有年代感的感觉。这是迪哥。我们在国庆老师，这个也是迪哥，这应该是蔡老师吧？蔡老师是吧？对，蔡老师。嗯，哎，其实这个也挺像的，张真的吗？这绝对是张元，怎么是我？是吗？好吧。其实你们队内的话，其实都很了解嘛。那肯定，就是我了解，我选的。我觉得这个，那你就选他对吗？好，我贴上。那你就贴上去吧。这个这。待会最后面我们再来揭晓一下，看看到底他们选对没有啊？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好。OK， 好，这是磁铁。好，第一个迪哥的童年照啊，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第二个，亚轩，那个眼睛红的，这个应该很熟吧？没太大的那个这个变化呀。哎，我们请亚轩出来一下，好吧？亚轩快去，来，是我的腮红吗？应该是我。来，亚轩过来，参加歌唱比赛，童年的那个照片对比一下。稍微蹲一点，你看，对比一下，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啊、对，特别是我觉得在眼睛部分，一毛一样，啊，好不一样，这应该是没错了。来，下一个，第三位，亚轩，啊，直接亚轩来吧。我没有看。啊，没看，没关系。欣姐，哦，欣姐，长头发吧，明显吧，应该是。啊，首先我们排除男女啊。就只有那个，这个应该是女生，对不对？不，这是我，那不是李耀文吗？这是我，哎，为什么粉粉？这肯定是李耀文，因为小时候穿的衣服粉粉的。对啊，为什么是粉粉的呢？看像李耀文。李耀文这张照片是怎么出来的？欣姐，哦，有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这个。肯定是那个，对，其实你看这里面女生的造型的话，就有个小辫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可能是女孩子。然后其实这个也就是挺像女孩子的。我记得之前网上看到过那个有辫子的照片。那个这个吗？那位也像女孩子。这个也像女孩子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有点，我觉得那个也像女孩子。现在有一点那个全头上有质疑，是不是？是粉色迷惑了你吗？你觉得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是这个。这个像海涛哥，这像海涛哥，对，我觉得那个他穿的是女孩子的衣服，哎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吗？对，他穿的是女孩子的衣服，像海涛哥，眼睛像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里面像海涛哥的眼睛有好几张都像。我左下角那位是没看。那你选好了吗？你选这个吗？就这个。那下面那个，我感觉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张照片。这张吗？对，我觉得好像是海涛哥的照片。你觉得像谁？海涛哥。海涛哥吗？对。可是他穿的是女生的毛衣，我记得好像他说过，当时是他妈妈给他穿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在节目当中是说过，确认吗？可以按照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来贴。反了。好，这个是欣姐。好，来，确定啊，我们已经选出三个了，来下一位。嘿。哦，这个一点挑战都没有。谁呀？最右边那个，这就是张哥。这不是我，化了妆的当时。没化妆，绝对是纯素颜，好吧？哈，纯素颜。哦，是吗？这不是让我把这牌子扯了。好，这个一看应该就是当时妈妈带你去拍那种艺术照，是吧？艺术照，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像那种什么拍了一组特种兵。哦，是的，那应该没错，因为那个时候照相馆的那些道具可能比较贫乏啊，可能大家拍出来都差不太多。来，我们下一位，现在已经有四个了。太简单了，一眼看出来。这个是美人鱼是吗？对啊，但是我会想跟美人鱼合作。没有，是我当时是我爸带我是还是
这美人鱼怎么还是个偏分呢？在哪儿我忘了，反正动物园肯定是动物园。那当时爸爸为什么会想要说让你跟美人鱼拍张照呢？是希望可以？爸爸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爸爸当时并没有说。我也不知道。知道爸爸为什么？好，现在大家学校的没有任何人有质疑，对不对？感觉没有。没有啊。对。到时候如果错了的话，到时候会有惩罚哦。什么惩罚？好，会有惩罚，待会儿我再讲啊。来，我们下一个。还惩罚？那个、我来吧。那我选个九。哦。好。看两个，看两个。钟汉良老师。啊！欣姐这个很像。汉良哥。哎，欣姐这个其实是汉良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很像，神似。没有机会换。好像是、哦。没有机会换喽。完蛋了。我得贴下面，把它贴那个欣姐的地方。你们是一个团队嘛，反正如果说就是有错误的话，大家一起受罚，也不会说单独受罚。但是我真觉得贴心姐那儿吧，就贴心姐那儿吧，我觉得也是上面这个，对，这不像吧？为什么我感觉刘耀文下面那张像呢？不可能是，这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汉良哥。刘耀文下面那张，那张也不可能是汉良哥吧？有点像，有点像。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像，看久了。觉得一点。这样左一是你吗？啊。左上面那个，要我真的假的？肯定是我，你看他鼻子就知道了。对，小瘦子，小猪宝宝。来，我们抓紧时间，要不是吗？做一个选择吧。就贴这张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把汉良哥贴到了一个明显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童年照上面啊！我来了，来，我们下一位，下一个。我希望自己抽自己，好吗？哎，有可能会抽到这丁仁心，这不是送分吗？甜奶油的那个，肯定是这个的旁边啊。蛋糕，是吧？蛋糕，因为我就这个。小时候真可爱。严谨一点。这照片你们之前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看到过，分享过吗？有看到过是吧？有看到过。那这个就是送分题了。是。好，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啊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的这个有30%的错误率，30%，我赌是那个，来吧，我也赌这个，我们待会儿再来揭晓，你赌哪个？你们觉得哪个错？和欣姐绝对换一下，要换一下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待会儿我们全部投完之后，给你们一次换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。了解，那马哥是我，赫尔马哥，来，完了，这边是海涛哥，耀文了。等等，脸最大那个，要不然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婴儿肥，那不是脸最大。没事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拍了镜，拍了镜最可爱那个，对，就是那个，粉粉的。你们没有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，对不对？看到过，看到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好，来，第一次看到，要你们是第一次看到是吗？全部都第一次看到。是我第一次，是哦。你是第一次。你确定是你吗？绝对是我。我为什么看不出来是你啊？怎么看不出来？来，下一个。他这个再小两岁，在麦面前唱歌的，就范儿很正啊。好，蔡老师，蔡老师掉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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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磁铁，我们的磁铁吸力不是特别强。好，来我们来三个，来三个一起，我们一起来选一个吧，一次性给他做出决定。好，一次性做出决定。来，贺老师，贺，看到贺了。这一位一直是个谜啊，这一位一直是个谜。我觉得那个绝对是海涛哥。来，我觉得宋亚轩贴的这个像汉良。你就这一个选择了，你在这纠结。没得选了啊。好，哎，娜姐。啊？怎么说娜姐？啊？好，没得选了啊。娜姐，等一下，这是不是吧？这我觉得这个是汉良哥。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那个辫子是娜姐的。好，这样好吧，这样好吧，我们给你换一次的机会，换一张。来，现在十秒钟啊，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恭喜你们，应该是这样，全对。哇，全对，全对，全对。好，为了你们这么有默契的一个团队啊，既然能够达到全对啊，虽然说自己的队员肯定很熟悉，但是还是有。很多混淆声在里面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一起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发个微博庆祝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下一趴。庆祝一下。啊，自己小时候照片微博。丁哥没下来。丁哥一听呢。好，来。哦，好的。
谢谢。刘星是不是现在听到那两个字就感觉不太好？来，我们站在这条线之后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站到一起。好，接下来这一趴，刚刚呢，我们大家就坐着跟大家聊了一会儿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让大家动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在上场之前，先把自己的状态拿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挑战就是我们会播放你们的这个代表作《少年美》这首歌，然后你们的成员要成纵队依次随机舞蹈，然后估算时间。对，等于说你们七个人轮流舞蹈，要大家一起最后面轮那个舞蹈的时间加起来正好在60秒。OK， 60秒。Wow， 对，就是考验你们默契的时候的，多一秒不行，少一秒也不行。然后如果你们觉得全部都跳完了之后时间刚刚好，快到六十秒了，或者已经到六十秒了，到这边来按一下这个响铃。好的，好，好吧，最后我们再来公布，看你们离这个距离差多远。了解。好，好，来，开始，3、2、1，随机，用随机跳，已经开始计时了。哎，这是哪儿的？数着啊，有人在负责数秒啊，有没有人在负责数秒啊？你看上，来上，下一个跳舞，跳舞，要随机跳舞。快去啊，快去啊，快去！哎，不数了，凭感觉吧。对吗？啊，还有几位队友没有跳舞啊？到了，应该到了，应该到了。到了的话，你们就按铃。没到。哦，好。不可能告诉我们两分钟。肯定不对。啊。你们猜一下，你们大概是多少秒？54。你刚刚看着你就不说了啊。53。1分10。2分56秒八六。你刚刚有谁是在数数的？我。你在数。我数到一半放弃。你刚刚看到这个跟你就是数的有差很远吗？差3秒。差3秒。嗯。好，那你先别说，你刚刚54。嗯。你是多少？57。57。你是多少？有数吗？56。56。53。53，还有吗？2分钟。55。两分钟，你在开玩笑。好。来公布一下我们最终的时间是56秒24。哦，差一点，我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。其实你们应该稍微忍一下，本来想提醒你们的。对，好，刚刚我的错，你太着急了是吗？没事没事，没有没事没事，但是要拿出我们的这个状态，待会儿在台上呢，我们还可能还会有很多就是动起来的游戏，还有一些舞蹈动作。对，然后刚刚。啥？没跳，再跳一下。OK OK， 来，再来一次。我们再给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集体来跳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的。来，音乐放一下。啊，这没有啊。有人忘记动作喽。刚刚啊，刚刚有两个没有，就是没机会跳出来，也是实力在那里的啊。刚刚一起展示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期待今天晚上大家在台上的表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 okay， 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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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，来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好，赶快去准备，辛苦了，走走走，现场走起来。